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一起打开看看。呀，哟，这什么？还打开的感觉？哎，这个东西好像记得小时候玩过耶，太空伸缩棒啊！有没有小伙伴玩过太空伸缩棒吗？呀，你看，哇，这个东西可以拉得老长老长。哇，太空伸缩棒这么厉害，来两个一起玩。哇，这样可都可以打到人呢。棒棒棒棒！哇哇哇哇！这好像两个孙悟空头上的角哎！哈，咦，可以变这么长？哇，快有一米了，好厉害！原来太空伸缩棒是这样的，我小时候玩的没有这么长啊，小时候大概就这么长吧。嗯，这个呀，可以隔空打人哟。嗯嗯嗯嗯，有有有。看来啊，这空间有点受限，要不然呢，我可以耍得更好呢。来来来，这个下面还有好吃的糖果，我们先来尝一尝糖果，然后再接着玩。嗯，感觉这糖果好多呀！哇哦，这么大一包呢，五彩的小糖粒子。嗯，哈哈，好清凉，酸酸甜甜。夏天正合适呀、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玩一下，这个是紫色和红色。咦咦咦呀，哇哦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么长，好好好好，是不是它可以拉得更长？来给镜头看一看，哒哒哒，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，你们是不是看花眼呢？哇，至少有一米二啊，这么长的感觉，这个好玩，但是我有点担心它收不回哟。来试试，哇，有方法了！你收回来的时候，你不停的转动，呀呀呀，伸缩的，耶耶耶，不动了怎么办？啊，还好，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，还好还好，能缩回来，差不多了。本期的这个太空伸缩棒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！喜欢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